这里就是我家了。哦，很不错啦。嗯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那个穿蓝衣服的，这就是我最小的一个弟弟。哦，我看视频看到叫大海是吧？啊、嗯，是是是。对，这个就叫大海。哈哈，小朋友，不会叫一下、啊，不会打声招呼啊？说叔叔好啊，大海。哈哈，他在玩东西。这个就是我老爸。哦、你好，你好。说一下吧。啊，大哥好。啊，来来来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后面那个是我弟弟，这个第二个弟弟。啊，第二个。他多大了？今年？他今年有12岁还是13岁哦，具体的我不知道。12岁半了，给他、啊、个子挺高的，握一下手啊，握一下手。你好，你好。他生病了，所以他就不怎么懂。哦，因为小几年级啊？4年级了。读书还多远呢、啊？这里的？读书有那个。7公里，7-8公里左右吧。哦，那这个交通方便了，你们每天他自己怎么去啊？坐车去还是有校车接啊？我们都是自家送嘛。哦，自家送。啊，我老爸就拿那个三轮车嘛，电三轮送他去。哦，那这个也是很辛苦的，早上接，晚上早上送了，晚上接。啊，有一点，不过这边天气冷。对，天气有点冷。还有这边应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，就是这里嘛。前面你看到这台机器，这个黄色这个嘛、哦、就是我做的这个面粉加工的、啊、哎对对对，有差不多2个星期都没有做了，因为这几天天气不好是吧，天气不好就放在这里、嗯、平时就是在这里做面条、哦、这个一天的生产量的话大概多少呢？一天的生产量的话，如果天气好的情况 嗯可以做个1000把斤左右，它这个要看天气的，天气不好的话就做个3-400斤。3-400斤啊，做好就这个面条嘛，晾在这个木棒上面，这个杆上面。哎，然后还要开这个风扇、哦、吹。风扇它这个得起到一个烘干的一个作用是吧？嗯，就吹干。吹干嘛，吹干啊，起到它面条不会弯，然后起到这个作用而已。它具体的话，到时候我做的时候，我叫你来参观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啊，我很期待。其实我跟你讲，现在做这个面条的话，加工应该发展前景挺好的。嗯，因为现在这么多人，你看要吃早餐，还有这个吃面食的也多。啊，确实，这个不过我们刚开始做的话还没有那么了解，但是销路的话还可以，还差不多啊。应该你有多高啊？哇，我1.76米。怪不得那么高，我这个杆子我站起来刚好顶住头，你在这你还要弯着腰。我很矮，我有1.7米而已。然后具体的家庭情况的话就是这样子。挺好啊，你来我们这里别嫌弃哈。没有，我是农村出生的。他刚才我那个第二个弟弟嘛，他有点不礼貌，我跟你解释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他是这样子的。他以前小的时候感冒嘛，发烧，然后头给烧坏了，所以就没那么懂事。哦，当时可能是一些原因可能导致的、啊。哎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就不像正常人一样，有点不懂事。还好还好，挺好的、这个。所以家庭情况就比较恼火，比较困难。那不容易，确实爸妈也不容易。几个小孩长大成人，现在还有2个小孩读书。现在虽然成家立业了，是是是，也在创业期间，一起努力吧，啊，一起努力吧。老婆，那你赶紧把那个整了，做饭吃了哈。好，刚才你买那个怎么做啊？这个啊。猪心啊。让老爸来做。对，等一下老爸来下厨。啊，好。还要拿什么啊，英哥？哦，给小朋友带一点东西，一点水果。哦，不用不用拿了嘛，来都来了，还要买这些干什么嘞？一点意思，一点心意。哎，在我们农村没那么多讲究的。哎，这明显没。那你这样子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事啊。这有这个朋友了，看你能不能，我也是有一点心意而已。哇，这我都感觉到不知道怎么说了。没事啊，我们反正一生要是红嘛，就是努力了。嗯，是是是。说不定到时候在这边发财，跟你们一起混的。哪里啊？
老婆，欢迎哥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啊，一点点一点点，这小朋友啦，你看，谢谢啊，大海，好，来，有礼物给你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来了不用了，英哥，不用了，一点心意不嫌少啊，不用了，还不谢谢伯伯一下，不谢不谢不谢，宝宝乖，哎呦，还拿给我啊，是伯伯拿给你的哈，好好，还要得一点点意思，一点点意思，你要了，你要了。那给爸爸轻一点了，是爸爸的儿子啊，肯定的。哎呦，那应该这样多不好意思嘞。没事，这个一点点心意。来了还要买水果，还要拿红包。这个没事没事没事。水要拿给你。哎，宝宝抱抱，伯伯抱一下，给伯伯抱一下。啊，哎呦，认生，可能有点认生哈。好，好。你，哎呦，要拿给爸爸，你怎么那么？来拿去了，我伯伯给你的哈。啊，谢一下，谢一下。来，拿着吃，拿着吃了。我要过来，我要爸爸。哎呦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拿来哈。那谢谢你啊，英哥。不来，不来，不来。老婆，那你先切菜，我去生个火。嗯，好。大海下来啊，因为用那个柴火做出来的菜比较香一点，口感要好吃。然后有点冷，我烧个火给英哥烤一下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去。老婆，你说这个菜叫它爆炒猪心怎么样？嗯，合适。啊，可以哦。可以。那快点把它舀起来，熟了吧？熟了，这辣椒那么多，你们敢吃吗？敢吃，怎么不敢吃？就是英哥他也可以吃辣的。你可以吃吗，英哥？嗯。我那边我们也吃辣椒嘞。来，我们这里黑不溜黑不隆咚的，还不习惯了。哎，蛮好的。这就是在农村生活，而且比较接地气的。我们也是农村出来的，以前家里面也是这样的。对的，农村是最好的。我现在吃辣椒特别多的，做什么菜不放辣椒都不习惯。那你已经融入生活里面了。英哥，我们就简单就这两个菜随便吃了哈。可以，挺好的。等哪天来，我再去买点好菜。可以，下次我们到搞点这个，我们请你们吃了。啊，哪里？搞点这个。好好好，够了够了够了。给老爸倒点。对，老爸倒一点了。哟，好刚刚喂。哦，要满。对。好好好，那随便吃了哈，英哥。你要不要喝？随便吃。我不喝这个。蛮好蛮好，谢谢。你吃饭了。吃饭吧，老爸吃饭。来，坐，来，喝杯。哦，好，第一次啊，很冒昧的。哪里啊？不要客气哦。不要客气，随便吃了哈。就一盘菜而已。做的蛮好，这个很好的。那你试一下辣不辣这个？不辣，我看着都辣吧。嗯，挺好，好吃。挺好。是真的好吃吗？真的好吃，不是假的好吃啊。那我那先将就着吃哈，好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好。